今天礼拜一，大盘涨五点而已，对不对？今天最大的消息是什么？美国说双反，台湾要判，判了多少还不知道。但是今天很多太阳能全部跌下来，我也跟你讲，5483的中美金带50块钱。注意到中美金今天的低点刚好就在季线，明天有一根下影线，就代表这一支股票要开始攻了。我们先讲跌停板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最关心。涨停板的没什么好讲，3035的智远，对不对？我在这里我就告诉你，各位，我有没有在这里告诉你要买？我有没有在这里告诉你要买？我有没有跟你上个礼拜我跟你讲拉回来39块以下，你不要再杀了，你要买就买，这个高点会过。今天开盘一句话，涨停板，我们都有告诉你的。3041的杨志赚了多少钱？2.8块，各位，杨志注意到哦，他今天收红棒，34.5块，一直没过，一直没过，一直没过，好，都不过。那万一过了怎么办？过了就走喷出嘛，你就开始数钞票嘛，你要怎么数随便你吧。2436的伟全电快涨停了嘛，各位创下波段的高了嘛，连伟全电都来到35块多了 ，IC 设计。难道不强吗？伟全电，各位，这一个波动里面，强不强？强，我在这里还有一只股票要跟各位投资朋友做报告，哪一只股票？这个就是在这里来说，8429，老师，你今天在58台有介绍金利，我有听到，各位，大陆这个单独二胎。金利是做什么？休闲鞋的，还有小孩衣服的，发债，各位，那金利如果前面这个波动你没赚到，那后面在这里要不要赚？随便你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带会员8429，我们带会员是在100块以下买的，今天买的人全部都赚就对了，我们能够带你进，我们重要是带你出。我们带你赚钱，我们跟你讲趋势，我们在这里绝对不讲马后炮，对不对？智源上个礼拜我一个礼拜告诉你，各位你不要卖。杨志我一个礼拜告诉你，准备在这里走喷出。伟全电我58台每天在讲，冲上去了。那我们来看3041的杨志。各位，你要知道啊，2485的兆赫也是做 Set Up Box， 股价都已经来到40块钱，杨志只有32块，确实是太便宜了啊。5491的联展，这一支股票有低点，我们也会带会员买啊。还有2402的亿家，十八块拢无破啊，亿家我嘛有讲哦，各位 N 字形哦，今天很长的下影线哦。会不会再涨？会不会涨停？我不知道。各位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要赚涨停板，还是温杯卡？真的不会做，打电话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。为什么立刻那一通电话，3035的智源你杀在低点，结果跳空涨停？为什么立刻那一通电话，你没有赚到钱？各位，打电话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，祝你操作顺利，祝你做股票吱吱涨停板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